我知道怎么做。我分三边问哈。这边你们最喜欢哪首歌？啊好，十一月的雨。嗯，你们呢？十一月的雨。我操！你们也是。好，第四首歌，嗯。不是，我不认这个。第四首歌是。哦哦 ，Explore。嗯。第五首是 Real Life。微博可以有这个功能吗？已经开始了，但是一直没有下去。你在拍摄像头？哦，等一下，我等下直播，给我把墨镜给我，我要酷一点。等一下还是戴着眼镜比较酷啊！我帮你拿个反屏幕。哦，你帮我拿是吗？你要帮我拍是吗？你拍好一点啊！不，其实我是这样的，其实这个要怎么？你们那边看到我了就，感觉好，感觉好奇怪。来，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我其实是要跟大家说的，因为你知道你们很多人羡慕你们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还是不让你。人戴墨镜还是很奇怪，所以我的重点就是呢，重点就是呢，你们也会有机会的，未来还是有机会的，未来还是对，大家都有机会，然后我也是为了就是让大家都就是那个。开心，所以呢决定就是直播一下下，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直在微博上直播过啊，赶紧安利一下我的我就直播五分钟啊，直播五分钟。哎，这个镜头可以反过来吗？好了，那我觉得就好了，直播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。好吧，那我先那个直播先关了啊。不要，你看吧，可以保存吗？什么保存？谁会保存啊？哇，这脚开真的很怕的感觉。我的开就直接关了，这脚前面还有个开就直接关了。他们是保，他们会直接保。